父亲，怎么样，伤得重不重啊？没事，一点小，轻一点。老尤，你小心点，他们的铁甲扛不进的。哎，我刚才已经领教过了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怎么打了。王贵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
看他们能够有多少人，全部给我上！上！
黄河水，让两淮民众家破人亡，几十万人死于这场浩劫，几千万人流离失